请问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大家好。谢谢张道天师德老前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获学机会学讲。我们这个讲到哪边呢？七十几耶？七十七。哦，这个讲啊，光明哈，换、哦、光明，这个是光明者啊，明大涅槃，大涅槃者呢，哦，则明常住啊，常住之法不从因也，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常住啊，就是永远都在，哦，啊，不是从因也呐，哦，才生的，哦，他呢都永远都在。那么云何佛问啊？何因缘故啊？有是光明，哦，是光明者啊，即是如来。那么如来者啊，即是常住，哦，如来，哦，我们要了解啊，我们呢，每一位呢都是如来，每一位呢都是佛，每一位啊都有光明，哦啊，所以啊都是常住，只是我们没有哦发现而已。那么常住之法呢，不从因缘。那么云何如来呢？问以啊，云缘。那么光明者啊，明大慈大悲哦，所以啊，光明，我们佛性呢发挥的光明哦，大慈大悲哦。那么慈啊，就是以乐给人家快乐；悲呢，就是拔苦，把苦啊哦都拔掉。大慈大悲者啊，名为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哦，永远都在。那么云何如来，哦，问以因缘。那么光明者即是念佛，念佛者啊是名常住，哦，这个念佛，哎，我们就是了解啊。我们假如说都哦无念，无念的时候啊就是念佛，哦，念佛的时候啊就是光明，就是佛性本体啊都光明。哦，都是念佛，那么念佛则是名常住，永远呢都在。常住之法呢，不从因缘。哦，这个文殊菩萨呢都一直讲，哦，这个常住之法呢，不是从因缘而有，它是永远都在。那么云何如来呢？哈、哦，问你呀、啊，云缘，光明者哦，即是声闻缘觉哦，不共之法。哎，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哦，光明呢，声闻缘觉啊，它没有到达哦，是一种光明的状态，所以啊，不同哦，声闻缘觉哦，它们呢共同，所以叫不共。那么声闻缘觉啊，不共之道啊，即名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因何如来呢？问你因缘。哦，这个呢是文殊菩萨呢回答哦，释迦牟尼佛的问。这个光明啊是何因缘，那么佛、哦、就讲说，文殊师利，汝今末路啊知法甚深第一义谛、哦、前面你所讲的啊就是啊甚深、哦、很深的第一义谛，那么应以四谛啊而解说之啊，所以你讲的那一些、哦、都太深了、哦、很多都会听不懂啊、所以啊，或者就用小花五说知音啊、哦、很难得啊，很难呢得到这个知音。那么文殊师利言、哦、就讲、哦、这个光明是哪个地方所放，是真以此洞方过十二恒河沙等世界啊、哦、有佛世界名曰不动、哦、这个不动世界，其佛呢、哦、自处众王哦，正等值满12000有许，那么其地呀、啊，哦，七宝无有土石啊，哎，地全部都是七宝，哦，所以我们也不用去捡呐、啊，哦，我们捡哦，大概叫土石啊。那么平正啊，柔软无知呢，哦，沟坑，那么其之四目啊，四宝所成，哦，金银琉璃。以及啊玻璃、哦、那个玻璃啊也是七宝之一啦，
不像我们现在窗户的玻璃。那么花果茂盛，无时不有花果，什么时候都有。若有众生呢，闻其花香，身心安乐譬如比丘呢进入第三禅那个快乐的状态好像比丘呢已经进入第三禅。那么周匝富有三千大河，那么其水微妙八位具足叫做八功德水第一个澄净，第二个清冷，第三个甘美，第四个清软第五个润泽第六个安和，第七个饮食持饥渴等无量过患，第八个呢饮以定能长养之根，四大呢增益所以八位具足。那么若有众生呢在中遇者所得的许乐譬如比丘进入第二禅那一种快乐像呢比丘进入第二禅。那么其河都有呢种种之花优波罗花、波陀摩花吉陀罗、吉乌陀花、昏陀利昏陀利花、香花、大香花、微妙香花、长花，一切众生呢无遮护花其河两岸亦有众生河的两岸呢也有种花河两岸有种花很多花。那么都有种鸟很多的鸟有几其上在这个地方富有无量的虎狼狮子知恶鸟兽其心相貌犹如赤子那个恶兽呢那个其心的相貌好像赤子就是那么善良。那么比世界中一切无有患呢众尽者都没有患呢这个戒律的，也没有毁谤正法及一忏体就是没有善根无逆罪无逆等罪。那么其土调适无有寒热饥渴苦恼，无贪欲慧没有贪欲没有嗔这个妄意嫉妒都没有，没有妄意，没有嫉妒无有日夜昼夜时节，犹如呢第二忉利天上就是三十三天。那么其土人民等有光明个个无有骄慢之心每个呢都没有骄傲的心，一切希士菩萨大士皆得神通，即大功德，其心呢须皆尊重正法胜于大圣爱念大圣，贪乐呢大圣，爱许大圣，大会成就得大种持，心呢常灵敏一切众生其佛号曰满业光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止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是真。所以那个佛的号一定都有十个这个称号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止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是真每一个佛呢都有这个十个尊号都有这个称号。那么随所住处呢所有讲宣其土众生无不得闻这个不管住在什么地方，只要佛有讲经说法众生呢都能够听到唯琉璃光菩萨呢讲宣如是呢大涅槃经在那个佛世界呢有琉璃光菩萨呢在讲大涅槃经。那么佛言善男子，菩萨若能修行大涅槃经，所不闻者悉皆得闻比琉璃光菩萨问满业光明佛亦如此间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所问等无有异一样
哦，那个琉璃光菩萨呢问满哦，这个满明夜哦，夜光明佛啊，哦，也好像那个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所问啊，哦，都一样哦，彼满夜哦，光明佛即告呢琉璃光菩萨言：善男子，西方此气呀、啊，二十恒河沙佛土，彼有世界，名曰娑婆。哎，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么其土多有啊，哦，山林堆覆，沙砾哦，这个石哦，荆棘二次啊，哦，周遍充满，常有饥渴、寒热、苦恼。其土的人民啊，不能恭敬啊，沙门、婆罗门。哦，就是对修道者啊，哦，不恭敬。那么父母师长，哦，贪着挥华，哦，欲于挥华，习行学华，不信呢正华，哦，寿命啊短促，哦，有形奸诈，王者自知啊，王虽有国，不知满足，哦，以他所有，哦，生贪利心，哦，心思相华，王实则众。王则修行啊，如是非法，四天善神啊，心无欢喜，故降呢哦灾旱哦，谷米不登，人民啊多变，苦恼无量。彼中有佛号呢释迦牟尼，大悲存后悯众生故啊，以毗湿那城哦娑罗双世间为之大众啊，敷衍如是啊大涅槃经。彼有菩萨名光明遍照高贵德王，以问呢师事如如啊哦，这个所问啊无益哦，今哦佛今呢答之，如可是王哦，自当得闻哦，跟呢啊这个哦那一个很离我们很远的哈、哦、那个琉璃光菩萨呢哦要呢到呢娑婆世界来听。世尊，彼琉璃光菩萨闻是是已啊，以八万四千菩萨亦来至此啊，哦，故先啊现瑞，哦要来了，所以啊先显现啊瑞相，哦就是光明。那么已是因缘，由此光明，是名因缘，亦非因缘，哦就是啊啊促成呢啊要来听呢大涅槃经。那么尔时琉璃光菩萨以八万四千之菩萨祭持啊哦之幡盖香花璎珞种种智业哦被胜于前俱来至此，毗湿那城哦娑罗双世间以己所持啊供养之具供养于佛，头面礼直啊合掌恭敬，又绕了三匝，秀净已毕啊，切坐一面。尔时世尊呢，哦，问彼菩萨：善男子，汝未到来，为不到来。哦，所以这个问啊，你是有来啊，无来？哎，大家拢来啊，拢坐掉的啊。琉璃光菩萨言：世尊，道义不来，不道义不来，我观世义啊，都无有来。哦，世尊知哦，知行若常，亦复不来；若是无常，哦，亦无有来。若人见有哦，众生性则有来不来。我今不见啊，众生定性，因何当言有来不来？哦，有骄慢者呢，见啊有去来；无骄慢者呢，则无去来。有取行者呢，见有去来；无取行者呢，则无去来。哦，所以这个一问啊，我们一听呢，大概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哦，所以都讲那个在呢真理里面的哈、哦、那一种状态。那么若见如来啊，毕竟涅槃哦，则有去来。哦，看到如来哦，他已经啊哦，毕竟进入涅槃了。哦，这样呢就有去来。那么不见如来毕竟涅槃，则无去来。哦，没有去也没有来。哦，永远啊，如来都在哦这个凡尘世间。那么不闻佛性呢，则有去来。哦，闻佛性则啊，则无去来。哦，我们已经了解到佛性
哦，我们了解我们有佛性呐、啊，哦，就没有去呀、啊，没有来，哦，那没有闻到佛性呢，就有这个去来。若见声闻，哦，必知佛人有涅槃者，则有去来，哦，叫声闻啊，就是阿罗汉，哦，必知佛就是圆觉，哦，啊，有涅槃就是进入啊，哦，已经呢圆寂的时候啊，就有去来。若不见者啊，则无去来。哦，不见了涅槃的时候啊，就没有去来。不见声闻，必知佛人。哦，有涅槃者呢，则无去来。哎，所以了解说，在真理世界里面啊，哦，没有去，也没有来。哦，都呢常住不迁。若见声闻，必知佛人。常乐我净啊，哦，则有去来。哎，所以啊，声闻必知佛啊，他的常乐我净啊，还没有到达究竟。哦，所以啊，有去来，若不见者啊，哦，则无去来。哦，不见呢，这个声闻，哦，以及啊，必知佛。若见如来，哦，无常乐我净啊，则有去来。哦，这个呢，跟上面颠倒。所以我们了解，哦，如来啊，真的就是常乐我净，究竟了。哦，啊，假如说看到如来无常乐我净啊，这样就有去来。哦，若见如来常乐我净啊，则无去来。哦，所以我们了解啊，在如来哦，我们呢不生不灭佛性之中啊，那一种常乐我净啊，哦就没有去来。哦，是真且智啊，是事，感觉大事拢肯诶卖讲。哦，意有所问，我要问哦问大事啦，唯垂哀民啊，哦少见天许。哦，讲这個。即系有来有去，吼、哦，无来也无去，即拢卖讲。我即马有代志要问，吼、哦、啊，希望讲佛会当哀悯，吼、哦，会当慈悲，吼、哦，会当听我，吼、哦、啊，请问。那佛言，佛就回答：善男子，随意啊所问，讲随你的意思哦，要问，吼、哦，今正是时，即马正当是时阵呐、啊，我当为汝啊分别解说。哦，你若问我，就甲你解说，哦，甲你解答。所以则何？知佛男子啊，如幽昙花。哦，讲知佛呢很难遇到啊，好像呢幽昙花。哦，三千年呢才能够开花一次啊。哦，很难遇到。哦，佛呢亦如是。哦，难可得闻，很难呐、啊，可以得到哦闻法的这个哦机会。那么十二部经哦，方等护难哦，要呢听到十二部经或是方等经呐、啊，也是很难哦。是故应当呢哦，专心呐、啊、听受哦，所以呢就是要专心来听受呢哦，这个啊回答的哦那个内容。那么十琉璃光菩萨既蒙哦听许哦，佛已经允许呀、啊、哦，他问。兼哦被啊这个戒斥啊，即白佛言：哦，世尊，因何菩萨有能修行哦《大涅槃经》，闻所不闻？哦，就是啊，能够听到以往所没听到的。那么尔时如来赞言：哦，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意尽啊如来大圣哦，这个大涅槃海。哦，正直哦，正护持我能善解说哦，汝今所有以往独见啊，我为大一善能拔出哦，说你的以往独见啊，哦，我呢啊就是大医生呢，可以把你的独见啊，以往独见都拔出来哦，汝于佛性呢犹未明了。说你在佛性啊还没有哦这个透彻的知道，那么我有慧聚啊哦能为照明哦，如君呢哦欲渡生死大河，我能为汝啊做大船师哦，如以我所呢生父母想，我亦呢哦以汝啊生次子心哦，汝心今则啊贪正华宝。哦，此我多有能相会施，哦，堪证法宝，都我有啦，我会当乎你。哦，谛听呢，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啊分别哦宣示。善男子，
欲听华则啊，今正是时。哦，说呢，你要听华，现在呢正是时候。若闻华语啊，当生敬信。哦，听到华以后啊，哦，要呢，哦，恭敬相信。哦，自心呢听受，恭敬呢，哦，这个尊重。以正法所，莫求其过。哎，在正法所呢，不要呢去找那个哦那个瑕疵啊，哎，不要找那个哦不对的地方。哦，莫念啊贪欲，嗔恚愚痴。哦，就是啊，不要有贪嗔痴。哦，莫观法师呢，哦，种性好恶。哎，就不要观哦法师的，哎，他的种性好恶。既闻华语啊，莫生骄慢。哦，闻华了以后啊，不要有骄慢的心。哦，莫为恭敬啊，哦，名誉啊利呀，哎，就是不要哦贪图外在的名相，哦，以及啊那个利呀，哦，当为度世啊，哦，甘露法力，哦，亦莫生念。我听华语啊，先自度身，然后度人；先自解身，然后解人；先自安身，然后安人；先自涅盘，然后令人而得涅盘。以佛法身，哦，应生等享。哎，在佛法身呢，就是要平等，那个等享就是平等的想，哦，平等的念头，哦，不是等候啦，是平等。那么于生死中啊，生大苦想，我们在生死之中呢，哦，不要贪乐，贪凡尘的快乐，就要生呢，哦，在凡尘啊，不管是如何，都是苦，都是大苦。那么于大涅槃呢，哦，应生常乐我净之想，哦，在大涅槃，就是啊，不生不灭，究竟的不生不灭呢，要呢，哦，生常乐我净，哦，那个念头。那么先为呢他人，然后为身，哦，就是啊，不要把自己摆在前面，哦，要把呢众生呢，哦，放在前面，哦，把自己啊放在后面。那么当为大圣啊，哦，莫为二圣，我们呢就要大圣，就是自己啊，哦，能够度，哦，能够成就了，哦，也能够成就众生，哦啊，不要呢为呢阿罗汉呢必知佛，那个小圣。哦，那个二圣呢，就是小圣。那么一切法呢，当无所住。哦，一切法呢，都哦变化无常，不要住。哦，亦莫呢专执啊。哦，一切法相。哦，不要呢这个专执。哦，这个执着呢。哦，一切的法相。那么于知法之中，莫生贪想。哦，常生知法，见法之想。哎，就是知道法，见到法。哦，所以啊，我们了解那个法，就是啊，修持最重要的，要有心法。哦，修持没有心法，修不成道。三男子，汝能如是呢？自心听法，是则名为啊，闻所不闻。哦，以往呢，听呢，哦，所不听到的，现在可以听到。三男子，有不闻闻，有不闻不闻，有闻不闻，有闻闻。哦，三男子。哦，如不生生，不生不生，生不生，生生。哦，如不道道，不道不道，道不道道道。哦，所以啊，佛先讲了以后呢，底下呢再解说。那么允和呢？哦，不生生。哦，这个善男子安住啊，四谛初出胎时啊，是名不生生。哦，不想生，可是已经生在凡尘了。那么允和不生不生，哦，善男子是大涅槃无有生相，哦，是名不生不生，哦，这个大涅槃呢它没有生没有灭，哦，所以啊不生不生。那么以和，哦，允和生不生，善男子四谛啊，哦，时时啊是名生不生，哦，那个四谛我们凡尘的，哦，死的时候啊叫做生，已经不生了。那么允和生生，三男子一切，哦，凡夫啊是名生生，我们凡夫啊就生了死，死了又生，哦，何以故啊，生生不断，哦，死了生，生了死啊，哦，生生不断，一切有漏啊念念生故啊是名，哦，生生。所以啊先讲，然后呢，哦，再解说。
那么四字菩萨呢、哦、名生不生，所以或许把那个四字菩萨的解说、哦、移到最上面、哦、那个四字、哦、第一个、哦、天住为六一天之所住处啊，哦、即布施、哦、持戒善心、哦、那么 第二个幻住、哦、为色界、啊、无色界知天之至处，即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哦、第三个圣住为三圣圣者之住处、哦、即空无相无作之三三昧、哦、三昧呢就是正殿哦，阿空哦，这个无相无作哦，这个三个三昧三个正殿哦，然后第四个佛住哦，知佛的自处啊，即所楞严之无量三昧，哎，所以哈、哦、四住天住幻住圣住圣哦佛住哦，这个四住四字菩萨呢哦名啊生不生哦，何以故啊？生自在故啊，是名、哦、生不生、哦、生呢已经可以啊自由自在、哦、要不要生呢自己当家。三男子是名内法、哦、是我们呢、哦、内在的方法。那么允和外法、哦、未生生未生未生未生生生生、哦、三男子譬如种子未生芽的时候啊得、哦、四大和合人工作业、哦、那个种子还没有生芽得到所有风土、哦、和合，然后我们人、哦、又呢开始啊施作，然后呢乃生、哦、是名呢未生生、哦、那么允和未生未生譬如败种、哦、即、啊、未预言如是等辈、啊、名未生、哦、未生败种啊就是那个种子啊它已经呢、哦、败了就是焦芽了、哦、败种、哦、那个种子啊把它炒过了、哦、那个种子都死掉了所以叫败种、哦、以及啊还没有遇到因缘、哦、没有遇到因缘的话叫做未生、哦、未生。那么允和生未生、哦、如芽、哦、生矣而不增长、哦、芽有生可是呢不会增长哦，是名啊哦，生未生有发芽啦、啊、但是都不会大长。那么允和生生即芽增长哦，若生不生则无增长如是一切呢有漏啊，是名外华生生哦，所有有漏有漏呢就是有烦恼漏、哎、呢就是烦恼的意思。琉璃光呢菩萨呢白佛言世尊有漏之法若有生者、哦、是为常也是无常乎、哦、就问啊这个有漏之法若有生的话、哦、是常呢还是无常、哦、生、哦、若是常有漏之法则无有生生若无常则有漏是常哦，世尊，若生啊能自生，生无啊自性。哦，若能生他，以何因缘不生无漏？哦，世尊，若未生时有生者，哦，允何一经啊，乃名为生。若未生时为无生者，何故不说虚空为生？哦，虚空为生命加出来。哦，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不生生呢不可说、哦、生生亦不可说生不生呢亦不可说不生不生亦不可说生呢亦不可说不生呢亦不可说有因缘故啊、哦、亦可得说啦、哎、所以佛就讲、哦、不生生不可以说生生不可以说生不生不可以说、哦、都没法说哎啊、有一年的时候呢、哦、亦可得说啦有一年才会当讲那么允和不生生不可说为什么不生生不可说、哦、不生名为生、哦、允和可说、哎、那个不生、哦、就是生啦这样要怎么说何以故啊、哦、以其生故、哎、所以、哦、我们了解说不生生、啊、就在生了啦、
哦，所以这个哎讲出来呢，我们就不可能用呢普通的头脑来想，哦，那个想不通的。那么云何呢？哦，生生不可说，哦，生生故生，生生故啊，不哦不生亦不可说，哦，咧生咧生，啊无生伊嘛未当讲。那么云何？哦，生不生不可说，生即哦名为生。生不自生故啊，不可说、哦、那个生呢不自生，不是自己啊可以生。哦，云何呢？不生，不生不可说。哦，不生则名为涅槃，涅槃不生呢，故啊不可说。何以故啊？以修道得故。哦，我们修道呢可以得到涅槃。哦，啊就呢不生。哦，不生不生，所以未当讲。那么云何生意啊？不可说。以生无故、哦、那个、啊、生无啦，要生什么？生无。那么因何不生不可说？以有得故、哦、那个不生不可说、哎、不生啊，得有得到，有得到未当讲。那么因何有因缘故啊、哦、亦可得说。十因缘法为生作因、哦、这个十个因缘啊为生啊作那个因，以是义故啊，哦，亦可得说。善男子，汝今呢末路啊，甚深的空定，何以故？大众啊，顿故。哦，这个导师有一点讲哦，你唔通入去迄个哦空定内底啦，啊，你若入去吼，大众拢听无啊啦。善男子，有为之法，哦，生亦是常，以智无常，生亦无常，哦，智啊亦是常。以生生故啊，智亦无常，意哦意亦是常，以华无常，意亦无常，坏呢亦是常，以本无哦今有，故坏呢亦啊无常，哎，所以哦，大概啊我们哦这个头脑里面啊，被这个佛这么一讲了以后啊，大概我们已经哦搞不清楚状况。善男子，以性故啊，哦，生住意坏，哦，虚上哦，皆虚是常，念念灭故啊，可哦不可说常，是大涅槃能断灭故啊，哦，故名无常，哦，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呢，佛一讲出来以后啊，有时候都超越我们的想象。善男子，有漏 之法未生之时啊、哦、已有生性、哦、故生呢能生，无漏之法本无生性，是故呢生不能生。如佛有本性啊，欲言则发、哎、那个佛、哦、他有本性、哎、像我们这个、哦、所有风土啊，这个佛呢就在四大里面啊，他有自己的哦佛的本性，所以一道缘，我们用火柴打火机呀、啊，那个佛就发现了一缘啊，他就发现哦。那么缘有见性啊，我们眼睛呢，哦，它有见性。那么音色、音名、音心故见，哎，所以啊，我们眼睛里面哈、哦、要有形象。要有光明，要有我们有心看、哦、所以啊见到了、哦、所以啊众生之法亦复如是、哦、有本有性呢，欲欲得业的因缘、哦、父母和合啊、哦、则便有生、哎、所以佛呢都讲得很微细啊、哦、从那个很细的地方讲起。那么尔时琉璃光菩萨及八万四千菩萨闻是法已啊，哦，涌在虚空，高七多罗室啊，哦，那个哈、哦，那个罗室啊，多罗室，就像我们那个哈、哦，那个凡尘，哎，相关的球啊，那什么球啊，什么下下吼拢有看到，但一支安尼滚滚安尼吼，那足短足短的，哦，那多罗室啊，嘿，哎安尼吼，他们那个多罗室啊，一支吼、哦、七等瓜了。高不高？很高哈、哦，七多罗氏啊，哦，那种足悬的，哦。但是假如说你把它哈、哦，它的根呐、啊，哦，七多罗氏的根哈、哦，把它斩断，它就死掉了，它不会活，哦。那么恭敬合掌而白佛言：
世尊，我蒙如来殷勤教诲，因大涅槃使得误解啊，闻所不闻。哦，这个闻所不闻就是啊，以往所没有听到的。那么意念呢，八万四千菩萨哦，深解之华哦，不生生等哦，所以啊，那个跟哦那个菩萨讲，他们听得懂了。跟我们讲，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哦，菩萨法。世尊，我今已解哦，断之以往，然此会中啊，有一菩萨名曰无畏哦，护欲呀、啊、哦，知彼为垂听喜哦，也各有一个菩萨，或、哦、者无畏菩萨，伊想要问啦，啊，希望讲吼、哦、佛陀会当好问。而时呢，世尊告无畏菩萨：善男子，随意问难哦，看你们问啥，做你问。吾当为汝啊，分别解说哦，你来问就甲你讲。尔时无畏菩萨以六万四千之菩萨等，即从坐起呀、啊，更整衣服，长跪呀、啊，哦，合掌而摆佛言：哦，世尊，此土众生呢，当造何业啊，而得生彼啊不动世界？其土菩萨允何而得智慧成就，人中向往，有大威德，即修之行，哦。立志啊，哦，结，哦，结己呀、啊，闻闻则能解。尔时世尊呢，即说偈言：哦，要怎么样可以啊，生到呢不动世界去？那么不害呢众生命啊，哦，坚持啊之境界，哦，受佛微妙教啊，则生不动果，可以呢到不动哦佛土去了。哦，不躲。不夺他人才，常会施一切哦，照招哦，提升法哦，则生呢不动果，可以呢哦，这个生在不动果，不犯呢他妇女，自屈呢不灰时哦，这个自己的太太呢哦，一定呢要这个时间的时候啊，哎才呢恩爱哦啊，不是时机哦，时机呢不对啊就不做哦。那么施持戒呢，恶具啊，则生不动果。哦，不畏呢，哦，自他故啊，求利啊，即恐怖。慎口哦，不妄语，则生呢不动果。所以要到不动呢，那个佛世界呢，哦，都是要哦这个有根基呀、啊。那么莫怀哦那个莫坏啊善知识，远离呢恶见属，可。常和和语、哦、嘴巴呢讲话呢都是讲好话，则生呢不动果，可以呢不到不动果去了、哦、如知菩萨等常离呢知恶口、哎、不能呢骂人讲坏话、哦、所说人乐闻，说出来人都很喜欢听、哦、则生呢不动果，乃至啊于虚笑不说灰时语、哦、这个没了哦，那公求公求呢？哦，那个都不好。哦，也不说呢，非时语。哦，那个时间哦不适合讲的话呢，就不说。谨慎呢？哦，这个常时说，则生不动果。哦，很谨慎。哎，时常呢都很谨慎。见他得利养。哦，常生欢喜心。哦，见别人得到。哦，这个好处啊，哦，就生欢喜，不嫉妒，哦，不起呀、啊，嫉妒觉，则生呢不动果，不恼于众生，常生于慈心，哦，不要懊恼众生，众生呢不知道真理，所以啊，行为不合理，所以啊，哦，要有那个慈悲的心，哦，这个不生呢方便恶，哎，那个恶啊，哎，纵然是方便的恶也不生。哦，则生呢不动果。那么邪见呢、啊，言无私，父母及气来，哦，不起如是见呢，则生不动果。哎，就是啊，那个邪见呐、啊，哦哦，讲说不要布施，哦，啊，对自己的父母啊，这个气来呢，哦，多呢啊，这个不起那个哈、哦、不好的那个啊心思，哎，才能够呢生在不动果。那么旷路呢？哦，做好紧，
这个矿路啊，哦，都会口渴啊，你有井，人家呢就可以啊，哦，从井啊这个啊打水喝哦，所以啊，哦，种植果树林哦，常施啊其则食，就是啊布施呢，哦，那个乞丐啊，哦，食物则生呢不动果，若以佛法身供养哦一香灯，乃至献一花，则生呢不动果。哦，这个导师哦，我们诚心哦来供佛，若为恐怖故啊，力量及福德哦，施是经一句呀、啊，则生呢不动果哦。写这个哦句，若为呢哦虚力福哦，能以一路中呢读诵是经典，则生呢哦不动果。若为哦若为无上道，一日一夜中受持啊八斋戒，或写把那个八斋戒啊写在上面哦，这个一呀、啊、哦杀，二呢道，三淫，四妄，五酒哦，六呢跳舞哦，然后身呢涂香，然后施花满，那个装饰啊，安尼增加安尼哦安尼哦，真真好看安尼。第七呢，敏坐高广严厉的床上。哦，第八呢，非食时，哦，不是吃的时间呢，就不要吃，哦，所以八斋戒，那么则生呢不动果，那么不以啊患啊这个重尽同共一处住，哦，磕棒呢方等者啊，则生呢哦这个不动果，他呢假如说在毁谤呢那个大圣经典。那你把他呢、哦、就是啊骂说你不可以这样、哦、就能够生在呢不动国。若能施病者乃至于一国欢喜而沾事啊、哦、则生呢不动国。就是布施啊给病人、哦、就是啊一个水果也好，很欢喜很欢喜去看他也好，不患呢、哦、生满物啊、哦、这个图啊，少佛哦，生地哦，则生呢不动国，照相呢即哦佛塔，就是啊哦那个这个导师我们都很喜欢做的啦哦，犹如呢大拇指常生哦欢喜心呐、啊，则生不动国。若为是经典，自身及财宝哦，施以说法则，则生不动国。若能哦听书学。哦，受持及读诵，哦，知佛秘密藏，则生呢不动果。所以啊，怎么样可以啊？啊，生到呢不动佛土去呢？哦，佛就讲这一些内容。那么尔时，无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已知啊，所造业缘，哦，得生彼国，哦，是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普为灵明一切众生、哦、先所痴问如来若说、哦、则能利益、啊、安乐人天、哦、阿修罗浅大波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哦、这个天龙八部尔时世尊即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以此、啊、当自心听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有因缘故啊，未到哦不到；有因缘故啊，不到到哦；有因缘故啊，到不到；有因缘故啊，到到哦。这个又是呢哦，要呢啊，底下再解说意思。何缘故啊？哦，何因缘故呢？未到不到哦，要讲第一个。善男子，夫不到者啊，是大涅槃。凡夫呢未到哦，已有贪欲嗔恚哦，愚痴故啊，贪嗔痴哦，身业口业啊不清净哦，这个身业呢啊，我们要了解比较容易啊清净，口业啊就是要注意哦，注意呢也就可以到达啊，身业口业不清净啊，即受一切啊不净物哦，患呢这个四重棒呢方等。哦、那个四重啊就是舍、哦、菩提心舍正法、哦、这个啊牵引圣法以及恼害众生、哦、四重境、哦啊、
棒的方等，哎，就是大圣经典哦，这个一忏提故啊，哦，忤逆罪故，哎，一忏提呢，就是没有善根哦，忤逆罪啊，哦，杀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哦，破河而生，然后啊，哦，这个恶心的吃佛生血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忤逆罪。已是义故啊，哦，未到不到，没有办法到达大波涅盘。三男子何因缘故啊，不到道，不道则名大涅盘。何义故道，永断的贪欲啊，嗔哦，嗔恚愚痴，身口恶故啊，不受一切啊，不见物故，不患的四重故，不谤的方等坚固哦，不作一忏提故，不作忤逆罪故啊。已是义故啊，名不到道哦，都已经呢能够到达哦。须陀洹则八万劫道哦，须陀洹呢八万劫啊可以到，然后狮头含呢六万劫可以到，阿那含呢四万劫可以到，阿罗汉呢两万劫可以到，必支佛呢哦十千劫道哦，就是一万。已是义故啊，名不到道哦，都可以到达。三男子何因缘故啊？哦，名道不道，道则名为二十五有，一切众生呢，常为无量烦恼知觉啊，之所护蔽。哎，咱拢去哦，遐无量的烦恼哦，遐感拢怕感啊，把咱砍掉诶，把咱蒙蔽啊，哦，覆盖蒙蔽。那么往来不离呀、啊，哦，二十五有，哦，犹如车轮呐、啊，哦，是名为道，哦，已经到二十五有。那么声闻缘觉及知呢，菩萨以得永离呀、啊，哦，故名不道。唯欲化度啊，自众生故，示现呢在中，哦，亦名呢为道。哦，善男子，何因缘故啊，名为道道？道则即是二十五有，一切凡夫悉陀洹乃至阿那含烦恼因缘哦，故名道道哦，都到二十五有。各位都还记得吗？二十五有，哦，就是三界啦，三界哦，我们把它详细哈、哦，这个分的话就是二十五有，欲界哈、哦、有六欲天哦，六个四大部洲哦，四个就死了。然后呢，它有四恶道，哦，那个阿修罗，哦，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就十四个，哦，十四个有，有因有果啦，所以欲界有十四个有，然后啊，色界哦有七个有，哦，初禅，哦，那个大梵天，二禅、三禅、四禅，哦，这个啊无想天、五净居天，七个，哦。啊、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哈、哦，这个无色界啊，哦，有四个，哦，四空天，啊，这样加起来十四七，哦，在四啊，就是二十五，哦，有因有果，在三界之中呢，哦，就是二十五有，哦，二十五有就是三界的详细说了，哦，啊，假如说哦，我们讲它比较简单，就讲三界呢就可以。善男子，闻所不闻啊，亦复如是。有不闻闻，有不闻不闻，有闻不闻，有闻闻。哦，啊，又开始哈、哦、解说内容。那么云何不闻闻？善男子，不闻则名大涅盘。那么何故不闻？哦，非有为故啊。哦，非因生故。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哈、哦。这个、啊、大涅盘哦，是啊，那那无法都听到，因为它不是有为哦，又呢没有音声哦，无声哦，又呢不可说哦，无法都讲哦。那么云何呢？译文要安那听哦？得闻名故，无法都听到迄个名啦哦，听到大涅盘的名，所谓的常乐我净。那么已是义故啊，哦，名不闻闻，哦，无法都听到啊，已经听到了啦，哦，都、就是常乐我净，常乐我净呢，就是大涅盘，哦，啊，这拢哦无有为，哦，无因生。那么以下这段花难呢，又是超越凡夫的生理，
借着德王菩萨的凡俗之见，让呢修行者啊深思凡圣的转折点，以常情的聪明教显般若的不同及佛的大慈大悲，全盘毫无遮云的呈现道体真心佛性，如佛所言，却是如来秘密之藏。这个佛学特别呢，把它刮胡啊，说它的内容。那么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大涅槃者不可得闻，因何复言常乐我净而可得闻？”何以故？世尊，断烦恼者名得涅槃，若未断者名为不得。以是义故啊，涅槃之性啊，本无经由。若世间华本无经由，则名无常。譬如平等本无经由，好像我们用的那个瓶啊，水瓶在堆物件的。啊，本来无，即马有啊做的，已有烦恼会弄破的，佫无去啊，故名无常。涅槃喻耳，因何说言呢？常乐我净。那么佛言之般若，真理呀、在不闻者强名大涅槃。又说何故不闻？真是大慈大悲，说明原因。而原因就是非有为，非因生，不可说，超越呢语言文字，凡可思议啊，皆非究竟。而理太深，悉皆方便法门引导，而可得闻呢，皆是方便法门。所以又把那个般若的真理呀、又呢阐释。佛有把那个般若呢，那个状态呢讲出来。就勉强啊，一个名称叫做大涅槃。那么又说何故呢？不闻啊，是安那无法度听到。说明原因，而原因就是啊，非有为。他们无所作为，佛性本体无所作为，非因生，没有因生。不可说，因为超越了语言文字。那么凡可思议啊，可以思。可以用头脑想，用嘴巴议论呢，皆非究竟。可以想得出来，可以讨论的，它都不是究竟。而理呢太深，虚借的方便法门引导，而可得闻呢，皆是呢方便的法门。那么复次，世尊，凡因庄严而得成者，悉名无常。涅槃若尔，应是无常。何等因缘？所谓三十七品、六波罗蜜、四无量心、观于骨相、阿那波那、这个旧称呢，安波安那波那、我们翻译做中文、叫数息观、这个数息观呢，就是观我们自己的呼吸啦、所以这个法门、各位，我们假如说心态散乱、可以用。就是一呼一吸呀、然后我们选择一个，看你要选择呼的时候算，还是选择吸的时候算。就是啊，你选择呼，当你呼出去的时候开始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算到你已经要转换了，转换了就停止了，就吸进来，吸进来不用算。再呼出去以后又开始一二三四，这样算，然后吸进来再停，然后再呼去再算一二三，这样会吗？就是我们心啊很散乱的可以用，把这个心啊降服，让心都稳定了，就呢，我们的心稳定了以后做什么事容易成功了，心散乱了、我们做什么事都不会成，所以这个数息观、对我们来讲的话，你认为你的心很笃定了就不用了。你认为说我那念很多呢，我那八八念慢慢念，你就可以用看看、算一算啊，算到尾啊，讲阿妹啊，累啊，睡去啊。
所以呢，这个叫属习观哦，安明哦，这个出习呀、啊，波明入习哦，安波安那波那哦，出习入习。那么六念处哦，就是佛法生界师天哦，念佛念法念生念界念师念天哦，六念处。那么破息呀、啊，六大哦，地水火风空四哦，六大。那么此六法呢，周遍一切法界，而造作有哦有情无情哦，故名为大。有情呢哦六大所成，无情呢五大呢所成哦，这个地水火风空。那么如是等法，皆是成就哦涅槃因缘哦，故名啊无常。故次是真哦，有名无常哦，若涅槃是有。意识啊，哦，意应的无常，如佛哦，往昔于阿含哦经中说，声闻缘觉知佛是真呢，皆有涅槃，以是义故啊，哦，名为无常。复次哦，是真，譬如虚空，于知众生呢，等无遮哦障碍，故名啊为常。哦，若使涅槃呢，哦，是常等者。哦，何故众生呢？有得哦，有不得。涅槃若尔，一之众生呢？哦，不平等者，则啊不明常。是真，譬如百人哦，共有一愿哦，若害此愿呢，则多人呢受乐哦。若使涅槃是平等法，一人得时啊，应多人得。这个不知道什么理论呐、啊，一个人得到，所有人拢得到。哦，这个他讲的自己不好意思、哦、一人断绝、啊、应多人一、哦、断、哦、这个或许就写歪理啦、哎、一人、哦、这个吃饭大家都饱没那个道理、啊哦、所以这个讲的、哦、就不合真理了。若不如是呢，云何名常？譬如有人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国王王子父母师长哦，则得利养哦，是啊，不明常涅槃欲耳哦，不明为常。何以故？如佛往昔于阿含经中告阿难言：若有人能恭敬啊涅槃，则可断劫，受无量乐，以是义故啊哦，不明为常。是真，若涅槃中有常乐我净明者，不明为常。若其无则呢，云何可说？那么尔时呢，世尊告光明哦，遍照高贵德王菩萨也：涅槃之体呀、啊，非本无今有。若涅槃体呢，本无今有者，则非无漏。常住之法，有佛无佛，性相常住。哦，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那一种。哦，这个涅槃哦，它的体呀、啊，不生不灭的体呀、啊。假如说呢，本无本来没有，现在有，那这样就不是无漏了，哎，就是呢，哦，就是凡尘的哦无常变化，哎，那个呢，哦，时已有漏有烦恼，哦，所以啊，那个无漏的常住之法，如如不动的，哦，不管有佛在凡尘，或是无佛在凡尘啊，现象啊常住。哦，这个有佛无佛啊，那个一样不生不灭啊。哦，我们那个哦真心佛性本体啊，都常住啊，如如不动，都永远不会变化。那么已知众生呢，哦烦恼护故啊，不见涅槃。我们众生呢被烦恼覆盖，所以啊看不到哦涅槃，变位啊为无，就说呢涅槃没有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那么菩萨呢，以戒定慧勤修其心呢，断烦恼已，变得见知啊。所以啊，我们只要用戒定慧，我们努力来修哦，我们的心哦，把所有烦恼、所有妄啊，都放下了哦，我们就可以见到我们呢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么当知啊，涅槃是常住法哦，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啊。它永远都常住，非呢本无今有哦，是故啊为常哦，就是常的。善男子
如暗室中呢，这个井，我们呢在暗室中的井啊，然后种呢这个七宝，仁义之友，暗呢故不见，这个暗室里面啊，在井中，暗呢看不到七宝。那么有智之人啊，善之方便，燃大明炬，大明灯，这个、啊、点燃，这个大明灯，这个池王呢照了，悉得见之啊，就可以看到七宝。世人以此啊，终不生念，随即七宝本无今有，一定呢，你啊了解他本来就有的。那么本无今有啊，涅槃喻耳，本自有之啊，本来就有，非是今也，不是现在才有。那么烦恼暗故啊，众生不见，烦恼，我们被烦恼覆盖，我们看不到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只要我们把这些烦恼暗啊都去掉了，有光明大灯呢，哇一照啊，我们整个啊佛性呢都呈现。那么大智如来以善方便呢，燃智慧灯，令之菩萨呢得见涅槃，常乐我见，是故智者呢不应说言本无今有，不应该说本来就有的，不是本来没有。善男子，汝言因庄严故啊得成涅槃，应无常者是亦不然，我那不是安呢，何以故？善男子，涅槃之体啊非生非出，这个涅槃的体啊，它不会生也不会灭，也不会出也不会入，非实非虚啊，它都不落入两边，非昼夜生，非是有漏，非有为之法，非闻非见，非堕生死，非别异相，亦非同相，非往非还，非去来今，去就是过去，来就是未来，今就是现在，去来今，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字就可以代表，非一呀，非多，非长非短，非圆非方，非尖非斜，非有相非无相，非明非色，非阴非果，非我我所，以是义故啊，涅槃是常，恒不变异，是以无量阿僧底劫啊，修集善华，以至庄严，然后乃见。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家己无看，不是无啦，咱啊修得有啊，修啊得看得到，啊得会知影，可以啊，领悟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大涅槃。善男子，譬如地下有八位水，一切众生呢而不能得。有智之人啊，施工穿凿，则便呢得知啊涅槃喻耳。譬如盲人不见日夜，良医疗之啊，则便得见。而是日夜啊，非是本无今有，涅槃喻耳。先至有之啊，非是今也。本来的有啊，不是今嘛才出来。善男子，如人有罪啊，细之啊，今如久乃得痴啊，还家得见，父母兄弟妻子见熟，涅槃喻耳。善男子，汝言因缘故啊，涅槃之法应无常者，是亦不然。涅槃之法不是呢，那个因缘法。何以故？善男子，因有五种，何等为五？一则声音，二则和合音，三则助音，四则增长音，五则演音，那么允和声音，声音者即是啊业烦恼等，即外之草木子啊是名声音，草弄一个字啊，那就是声音。那么允和和合音，如善与善心相合，不善与不善心相合，无忌与无忌心相合，是名的和合音。允和助音，如下有助，污则不堕，山河树木啊，因大地故啊而得助力，内有四大无量烦恼，众生得助，是名助音，助，大条的啦，
哦，咱的拢带伫个四大假合内底。那么云何增长因？哦，因缘、以食、饮食等，令众生的增长。哦，囡仔啊，伫哩家啊，都伫哩大汉。哦，令众生呢能够增长。哦，如外的种子，佛所不烧，鸟哦所不食，则得增长。哦，那种子呢，无加烧，无加煮过。哦，啊，鸟啊无食，安尼伊就会增长。哦，是名呢增长因。幼依呢，哦，父母子啊得增长。哦，爸母啊，你伫咧饲，哦，你甲饲，伊就会慢慢啊大汉。沙门婆罗门，哦，依和尚，哦，就是依赖和尚善知识啊，而得增长，哦，就可以啊修成道，哦，修成佛。那么允和掩因，哦，譬如因咒，鬼啊不能害，毒不能中，哦，依凭国王无有盗贼。哦，如牙因地呀、啊，哦，随何风？哦，如名色为事眼因，父母精邪为众生眼因，如时节等啊，哦，虚名眼因。哎，所以我们知道呢，哦，有咒啊，哦，鬼就不能害，毒呢就不能中。哎，所以啊，有时候这个咒呢，我们都还哦不能啊，不很了解它的那个内容。可是只要你成。虔诚的去持诵的话，哦，鬼都不能害，那毒呢都不会呢，哦，中到我们身上。那假如说我们有国家的法律啊，依凭国王，他就没有盗贼，哦，那个呢啊，国家呢要来保护人民。那么如牙，哦，这个花芽种子呢，因为地呀、啊，哦啊有水有风，哎啊这可以呀、啊，哦生长。然后名色。哦、就是我们视的眼因、哦、这个有光明有形象、哦、我们能够认识。那父母精邪呢就是众生的眼因、哦、那十觉、啊哦、这个呢整个呢全部都叫眼因。善男子涅槃之体呢非是 如是五因所成，因何当言是无常也、哦、那个有五因呢都是无常、啊、没有这个五个呢、哦、就是常。故是三男子互有恶因呢、哦、一则作因，二则了因、哦、如陶师轮神啊是名作因、哦、那个、哦、陶师啊那个陶器、哦、的师傅在那做那些瓦盘、哦、啊他用轮神啊来、哦、制造、哦、做那一些呢茶杯啊、哦、我们吃饭的碗啊这一些、哦如呢、哦、这个灯烛、哦、等照暗中物啊、哦、是名了因。所以作因啊、哦、那个呢陶师在那做那些、哦、那些东西器具、哦啊、然后了因呢、哦、就是灯、哦、那个烛能够呢照暗中物、哦、有作因有了因。三男子大涅槃者、哦、不从作因而有、哦、大涅槃呢不是作因有，唯从了因、啊、那么了因呢？所谓三十七次大华六年、哦、六度波罗蜜、哦、是名了因、哦、能够、啊、成就、哎、所以没办法做了，可以了。善男子布施者、哦、是涅槃因，会大涅槃因、哦、谈波罗蜜呢乃得名为、啊、大涅槃因、哎、所以、啊、布施、哦、是涅槃因哦啊、不是大涅槃、哦、那个坛布施婆罗蜜才是大涅槃因。所以啊、哦、这边呢这个布施、哦、跟呢布施婆罗蜜、啊哦、佛把它分开说了、哦、布施呢、啊、它只是、啊哦、就是能够得福，然后呢要到达清净的彼岸、啊哦、那个布施要达到清净的彼岸、哎、就是呢不要住相、哦、才能够呢、啊、真的到婆罗蜜。那么三十七品、啊哦、是涅槃因、哦、灰呢、哦、大涅槃因，无量阿僧、哦、底劫至菩提法乃得名为、啊、大涅槃因。所以那个、哦、三十七次道品那个是帮助、啊哦、我们修道、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这个三十七品、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哦、这个啊四十九年、啊哦、他的重点所在、
哦，就是呢三十七哦，赤道篇，各位都有印象吗？四念处，哦，然后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节肢，八正道。我们好久都没复习了，好没记啊，哦，嘿，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这个三十七智道篇啊，佛在讲经说法呢，他很重视啊，哦，这个三十七啊，这个智道篇，哦。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世尊，因何布施不得名为檀波罗蜜？”哦，布施呢，不叫呢，哦，那个布施波罗蜜，哦，那个檀就是布施的意思。那么因何布施而得名啊？哦，知檀波罗蜜乃至波尔，哦，不得名为啊波尔波罗蜜。因何名涅盘？因何名大涅盘？哦，那么底下这段佛就回答，乃说明呢修大涅盘之真实的内涵。哦，又把它呢，先把它标明。那么佛言：哦，善男子，菩萨修行呢，方等大涅盘经。哦，不闻布施，不见呢布施。哦，不闻檀波罗蜜呀、啊。哦，不见哦檀波罗蜜，乃至不闻波罗，不见波罗。哦，不闻波罗波罗蜜，不见呢波罗波罗蜜。哦，不闻涅盘，不见涅盘。哦，不闻大涅盘，不见的大涅盘。哦，那菩萨呢修大涅盘，知见法界呀、啊，解了实相，空无所有，哦，无有合合，皆知之相，哦，得无漏相，无所作相，如幻化相，乐时言相，浅大破尘虚空之相。哦，那个浅大破尘就是化尘，哦，变化的城市。那么菩萨尔时得如是相呢，无贪慧痴，哦，不闻不见，是名菩萨真实之相，安置实相。菩萨自知啊，此是檀，此是檀波罗蜜，乃至啊，此是波尔，此是波尔波罗蜜，此是涅盘，此是大涅盘。哦，所以啊。都能够呢，哦，这个如实的知道，哦，那么分说，善男子，因何是施，哦，非波罗蜜，见有曲折，然后乃于呀、啊，哦，施名为施，哦，非波罗蜜，若无曲折，哦，开心呢自施，施则名为啊檀波罗蜜，哎，就是哦，看到人咧分啊，才好伊，还有这哦布施啦。啊，不是波罗蜜，哦，啊，那无人咧家咧分你，哦，家咧布施，嘿哦，这哦布施波罗蜜，哦，若时时施，哦，是名施啊，为波罗蜜；若修常施，哦，那个时时啊，哎，就是啊，时间呢，哦，都不是永远，那常施啊，哎，就是永远了，哦，施则名为啊，檀波罗蜜，哦，布施波罗蜜。若施他已还哦生悔心呐、啊，哦报施何以啊有悔啊啦！我老的家里用无较好，体贴好人，哦，所以啊后悔了啦，哦，我们也很多有这一种哦现象，布施了以后啊后悔，哦施名为施啊为波罗蜜，那么施已不悔，哦施则名为啊檀波罗蜜。哦，布施以后啊，你都不后悔，对，就是要给他。哦，啊，不管他怎么应用呢，哦，是他的事。那菩萨呢，以财物中呢，哦，生啊，四不心。哦，财物里面啊，哦，就是哦王，哎，就是政府。哦，然后贼，哦，小偷，哦，强盗。然后水，哦，水灾来了。然后火，哇，海啊，会烧厝。就有这四个啊，四不心呐、啊，哦，王贼水火，他们欢喜施啊，哦，欢喜的施语啊，施则名为哦檀波罗蜜，哦，很高兴的布施呢，就是已经布施波罗蜜，哦，若施忘报啊，
哦，是名为师哦，回婆罗蜜。我们布施的希望得到果报，那样哦就不是婆罗蜜。那施呢不忘报，布施了以后啊，哦没有哦希望回报，施则名为啊檀婆罗蜜。哦，肉为恐怖啊，名为利呀、啊。哦，家华相续呀、啊，天上五欲为娇慢故啊，为胜他故啊，为知识故啊，哦，为求报故啊，哦，如是意法。刚才市场的哦，直直买买，哦，那个呢都哦不算哦，这个波罗蜜。善男子如轮呢重视啊，哦，未得晕粮，哦，未得花果，哦，给予哦这个财木。若人修行啊，哦，如是等施，哦，是名为施啊，为婆罗蜜。所以我们了解有企图啊，有目的啊，哦，就不是婆罗蜜。那么菩萨修行如是大涅槃者，哦，不见施者受者财物，就是哦三轮体空，哦，不见时节，哦，不见的福田即非福田。哦，不见因，不见缘，不见果报，不见作者，哦，不见多，不见少，不见净啊，哦，不见不净，哦，不亲受者，己身财物啊，不见见者，不见不见者，哦，不计哦自己啊以及他人，唯为方等大乐哦大波涅盘，常住华故啊，修行布施。为利益一切呢，助众生故而行布施，哦，为断一切众生烦恼故啊，哦，行以施，哦，为之众生不见受者施者财物，哦，故行以施。善男子，譬如有人哦堕大海水，哦，抱持死施啊，哦，则得度脱。所以哦，这个佛都讲，假如说哦。我们已经呢在大海之中呢，哦，就啊这个掉落了在大海，哦，浮沉呐，哦，沉溺了，赶快啦，有那个死尸啊，你把它抱着，哦，你就可以啊，哦，渡脱了，因为哈、哦、大海会把那个死尸啊，哦，一直啊，哦，赶到、哦、岸边来，大海啊不续死尸啦，黑海哦。你若死去，无去哦，鱼啊吃去哦，伊一定甲你赶到位吼，迄岸下来，唔好你踮海底啦，很奇怪吼、哦，这个大海吼、哦，它度量不大，一定呢不让死尸在海中啦，所以吼、哦、一定把那个吼、哦、死尸啊一直赶到吼、哦、陆地，赶来岸边啦，啊，所以你看到死尸吼、哦，你进去甲摸咧。伊会甲你送到位旁边来，他就会活啦。可是啊，那个要先有人死掉了。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大海不续死尸啦。所以哦，假如说没有被鱼吃掉的话，他一定把你赶到呢，哦，陆地来。那么菩萨修大涅槃哦，行布施时啊，亦复如是哦，如彼死尸啦。咱伫咧修大涅槃哦，咧布施哦，敢那安尼，敢那迄个尸体咧，哦，有法度咧吼，互人挖去，哦。善男子，譬如有人哦，必在呢生育哦，门户呢监牢，唯有呢侧孔，便呢从中出啊到无碍处，哦，菩萨呢修行大涅槃，行布施时啊，亦复如是，哦，讲有人。啊，去关伫个吼，迄监狱真深的内底，吼啊门户拢真坚固，无法度啦。啊，干那迄便所坑吼，有法度为便所坑出来啦，吼、哦、较紧嘞，为便所坑吼啊走出来个，吼、哦、迄、那个无碍啊，没有障碍的地方。这个佛讲经说法、哦、还真的很奥妙，吼、哦。大涅槃中呢，如是之事啊。从无量觉来，不闻而闻，哦，斯罗乃至波尔，哦，亦复啊如是，所以我们了解说，哦，那个大涅槃经呐、啊，这种代志呀，哦，从无量觉呀、啊，哦，那个不闻，无法都听到，啊，即马听到啊，哦，然后啊，斯罗乃至波尔，
哦，也是这个样子。那么接着呢，哦，也是啊，这个高贵德王菩萨品，哦，它很多，哦，有20个，哦，善男子引得菩萨呢，哦，修大涅槃，不闻而闻，12部经呢，哦，其意啊深邃，哦，习来不闻呢，哦，经因是经呢，得具足闻。先虽得闻啊，为闻名止，而今以此啊大涅槃经，乃得闻义哦，乃得闻义啦，就可以得到义理。声闻缘觉哦，为闻12部名止啊，不闻其义。那么今以此经呢，哦，具足得闻啊，哦，是名不闻而闻哦，都已经可以听到。善男子，一切声闻缘觉经中呢。哦，不曾闻佛有常乐我净，哦，不必净昧啊，三宝佛性无差别相，犯四重净啊，谤方等经，作五逆罪及一忏题，悉有佛性。哦，今以此经而得闻之啊，哦，是名不闻而闻。哦，所以真的哦，那个所有经典呢，哦，都不讲哦这么深的里面的义理。哦，所以啊，哦。一切啊，那个常乐我净啊，一定要方等经哦才有。他都讲哦，如来不必净昧啊，哦那个也是啊，哦这个方等经才有。然后三宝佛性啊，无差别相，哦那个也是啊，哦这个深的哦这个经典才有。然后犯四重净，谤方等经，作泥罪及一忏体啊，悉有佛性。哦，这个也是呢。哦，那个大涅槃经才有，那一般呢都呢把它拼列在外。那么尔时，哦，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世尊，若犯重净啊、谤方等经、作五逆罪、一忏题等，有佛性者，哦，是等允何护堕地狱？哦，因安奈歌，哦，寡而得噶。世尊，若使是等有佛性者。”因何复言无常乐我净？世尊，若断善根者，名一忏题者，哦，断善根时，所有佛性呢，因何不断？佛性若断了，因何复言常乐我净？如其呀、啊、不断，何哦何故名为一忏题也？哦，世尊，犯四重净啊，名为不定。谤方等经，作五逆罪于一忏体呀、啊，心明不定。如是等辈啊，若决定者，因何得成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得悉陀洹乃至必之佛，亦名不定。若悉陀洹至必之佛是决定者，哦，亦不应呢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世尊，若犯四重。不决定者，悉陀洹乃至必之佛亦不决定。如是不定呢，知佛如来亦复不定。若佛不定啊，涅槃体性啊亦复不定。哦，知一切法亦复不定。因何不定？若一忏题，持一忏题，哦，则成佛道。知佛如来亦应如是。哦，入涅槃矣啊！哦，亦应呢还出。不入涅槃。哦，若如是者啊，涅槃之性呢，则为不定。哦，不决定故啊，当知无有常乐我净。那么尔时，世尊呢，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言：“善哉，善哉！”哦，伊都安尼讲啊，遐无理啊，还搁伫咧甲称赞。哦，善男子，为欲啊，利欲啊，无量众生，令得安乐，灵敏啊，慈念，知世间故。哦，唯一增长发菩提心，哦，知菩萨故啊，哦，作如是问，哦，所以啊，这个佛呢称赞他说要利益众生呢，才这样问。善男子，如以清净啊，过去无量，哦，知佛是真，以知佛所种之善根，久已成就啊菩提功德，降伏众魔，哦，令其啊退散。以教无量无边众生，哦，悉令得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久已通达知佛如来所有甚深秘密之常，以问过去啊无量无边
恒河沙等诸佛世尊如是甚深的微密之意、哦、你跟他讲、哦、以以往、啊哦、所做的代志、哦、我都不见一切世间若人若天沙门婆罗门若魔若幻有能自问如来是意、哦、今当诚心、哦、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啊、分别演说、哦、所以啊佛呢就讲都不见了一切世间、哦、人天沙门婆罗门、哦、或是魔幻、啊、能问如来、哦、这一种义理、啊、现在、啊、你既然问了你就谛听呢当吾、哦、当为汝、啊、分别演说善男子一忏提者、啊哦、意不决定若决定者、啊、是一忏提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不决定、啊、是故能得、哦、如汝所言佛性 不,、哦、不断因何一忏提呢断善根者善男子善根有两种一则内二则外佛性呢非内非外、哦、以是义故、啊、佛性不断复有两种一则有漏二则无漏佛性、啊、非有漏非无漏是故、啊、不断、哦、复有两种一则常二则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呢不断若是断则呢则应还得若不还得则名不断若断以得是名、哦、名一忏提幻事从尽呢、哦、意识 啊, 啊不定若决定则、啊、幻事从尽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各位假如说、哦、看到这一段呢佛所讲的呢就、哦、有一点熟悉啦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不是就有这样吗有没有记不记得我啊都没记得了了、啊哦、六祖有讲啊、哦、说那个、哦、高贵德王菩萨呢、哦、就问啊佛啊、哦、这个啊啊佛性、哦、这个啊一忏提啊佛性啊、哦、断不断啊有没有没印象了啦、哦、但是呢这一段就是啊六祖拿出来、哦、回答、哦、那个那个时候是回答谁的问题要看六祖坛经、啊哦、那个高贵德王菩萨呢、哦、那个就是这一段、哦、六祖就是采这一段呢来回答、哦、那个问他问题的那么谤荒等经呢、哦、义务不定若决定者啊，谤正法之人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作忤逆罪啊，义务不定、哦、若决定者啊，忤逆之人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色以色相啊，恶计不定、哦、香味触啊、哦，这个相生相自无名相、哦、因入界相二十五有相哦，世生乃至一切之法义务不定，哎，所以我们了解啊，所有凡尘的一切呀、啊，法呢都不定了、啊，哦，都没有定向。善男子，譬如幻师呢，在大众中化作士兵，哦，这个机步相马，作之璎珞延伸啊之具，成衣哦，髻露山林四木，哦，前池和景，而比众中呢，有之小儿。无有智慧啊，睹见之时，习以为实。那么其中智人啊，哦，知其虚狂，以幻力故啊，惑人眼目。哎，就是哈、哦，哎，这个我们要了解佛以这样的哎方向呢来讲的话，我们众生比较容易接受了。哦，所以呢，好像那个幻师啊，啊，幻痴呢，所有一些幻象，哎，啊，幻象都是假的啦。哎、我们众生都把它当真的、哦啊、其实、啊、万象都是假、哦、善男子一切凡夫乃至声闻必知佛等以一切法呢、哦、见有定相亦复如是那么知佛菩萨以一切法呢不见定相、哦、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所有的法都没有固定、啊、假如说法是固定的话那我们修道就没有用了不会成哦、因为不固定我们修道才会成、哦、善男子譬如小儿、哦、以盛夏月、啊哦、见乐时宴谓之为水有智之人、啊、
以此乐愿呢，终不生疑啊，食水之想。但是呢，虚愿狂人眼目，非呢实是水。一切凡夫声闻缘觉呀，见一切法亦复如是，虚谓啊是实。知佛菩萨呢，一切法不见定相，所以啊，一切法呢都不固定，没有一定的它的决定相。善男子，譬如三见，因生呢有想，小而闻之呢谓之实生。有智之人呢，解无定时啊，但有生相，狂以耳视，那个人耳康骗了，骗人听。善男子，一切凡夫声闻缘觉，一切法亦复如是，见有定相呢，知菩萨等解了之法，悉无定相，见呢无常相、空寂等相，无生灭相，所以啊，那个知菩萨呢都了解啊，完成一切啊，虚幻不实。善男子，亦有定相，云何为定？常乐我见。在何处也？所谓涅槃，这个呢就决定了，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善男子，虚陀梵国亦复不定，不决定故呢，经八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决定伊的没法度成就啊佛的果位。斯陀含国亦复不定，不决定故呢，经六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那含国亦复不定。不决定呢，经四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罗汉果呢，亦复不定，不决定故啊，经两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必知佛道呢，亦复不定，不决定故啊，经十千劫，十千就是一万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如来今已即是那城娑罗双世间呢，视现衣肉狮子之床，亦入涅槃，令之未得阿罗汉国，众弟子等及之力士啊，生大忧苦，亦令呢，天人阿修罗、乾达婆、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等大摄供养，亦使之人呢，以千端，这个叠缠裹其身，七宝为冠，盛满香油。积之香木啊，以火焚之，唯以两端啊不可得烧。一则呢，趁身；二则罪在外，为之众生呢分散舍利，以为八分。一切所有声闻弟子，先缘如来入于涅槃，当知如来亦不必定呢，入于涅槃。何以故？如来常住啊，不变异故。以是亦故如来涅槃亦复不定，善男子，当知如来亦复不定，如来非天，何以故？有四种天，一则呢世间天，二则升天，三则净天，四则异天。那么世间天则啊，如之国王；升天则从四天王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天，悉陀梵至必知佛。一天则十字菩萨，以何异故啊？十字菩萨名为一天，以能善解知法异故。那么以何为异？见一切法是空异故。善男子，如来非王，亦非是天，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天。从悉陀梵至必知佛，十字菩萨已是异故啊！如来非天。然之众生呢，亦复称佛为天中天，是故如来非天，非非天，非人，非非人，非鬼，非非鬼，非地狱畜生恶鬼，非非地狱畜生恶鬼，非众生，非非众生，非华，非非华，非色，非非色，非长，非非长，非短，以是异故啊，如来不定。所以啊，我们了解啊，完成一切呢，大部分呢都不定啊，只有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才是决定。因为呢，这个超持讲是说有很多问题啦，要留久一点时间。那还有这个三十还没有二十几分啦，
他我们刚好呢这个讲到一个段落哦，82页都讲完哦，要翻过来。请问刘讲师，六欲诸篇时间各不相同，例如四天王篇一天一夜，人间50年，请问刘讲师，地狱与人间的时间差异为何？哎，我们上次不是有讲过了吗？上次啊，没有讲。哎，因为哦那个时候啊有提到了，哎，就是因为哦是我们心的问题啦。哦，我们要了解啊，就是哦我们的心，这个四天王天呐、啊，已经呢就是七天神仙啦。那七天神仙的他的时间哦。我们就是了解它，我们凡尘啊，因为一分一秒过的就是非常的不自在了，所以时间就感觉啊很久。那在这个七天神仙来讲，他们已经呢没有啊大部分的这一些众生的烦恼，那所以他们的时间啊，就过得呢就非常的快。那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我们凡尘50年啊，哦，四天王天呢，他才一天一夜啦，哦，那倍数成长，哦，这个忉利天呐、啊，哦，我们六欲天的第二个，哦，那个33天，哦，忉利天，我们凡尘100年啊，哦，他才一天一夜，那么再上去啊，夜魔天凡尘200年啊，哦，他一天一夜，再上去呢，多帅天凡尘400年啊，他一天一夜。再上去呢，热变化天凡尘800年哦，他一天一夜；再上去呢，他化自在天，我们凡尘呢1600年，他一天一夜啦。那所以哦，要了解时间啊，它一样在哦运转，不是说哦我们这边哦在经过啊哈、哦、这个1000多年的时候，他们哦还卡在哦那个哦很远的哦那个过去呀、啊。不是的，也是在我们现在，跟现在是同时间呐、啊。那不同的哦，就在我们的那个整个感受了。我们整个感受啊，哦，你越殊胜的时候啊，那个时间呐、啊，哦，越短。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哦、也可以啊，哦，遇到这一种现象，就是在你哦很专一的时候啊，哦，有时候的时间。在你的认为啊，才过5分钟，啊，实际上已经过几个小时了。哎，奇怪，怎么哎这么快的时间就过？那个就是哈、哦，我们要了解、体会到，哎，那一种哈、哦，那个七天神仙啊，已经在哦我们呐、啊、佛性本体的时间，跟在现象的时间是完全不同。哦，那我们可以进入我们佛性本体。进入佛性本体呀、啊，我们要了解到，有时候啊，哦，那个很短的时间呐、啊，它竟然就是一个永恒了、啊，哦，就已经经过非常长的时间。那所以啊，我们以这样的现象来讲，因为你进入三恶道到地狱去呀、啊，过的是很难过了。那所以啊。哦，我们凡尘的一天，在地狱就1年，啊，不是一样吗？对啊，都一样啊，只是它的经过是很难过了，或者就用哦那个等车的比喻啦。我们平常啊哦没事的时候，不是也过得很快吗？一分一秒，你在等车的时候啊，其实才等个几分钟啦，你都觉得说哦，大家过啊，车哪没来。没有很久了，你看看时间啊，无啊，才2-3分钟哦，那个都是心呐、啊，我们整个心呐、啊，所以或者就讲说哦，你到那个哦复健中心呐、啊、去看，哦那一些人呐、啊，就好像在地狱哦地狱的那个受刑一样啦、啊，哦他的一分一秒，他的经历啊，他的一个动作，哦拢安尼吼。那哪里行吼？你冲下拢真方便真紧。可是啊，你到那个复健中心去的时候啊，他已经都吼离开我们常人的状态，哦，那个一个动作都很困难。
哦啊、都很慢、啊、所以你在那边看呢，你就会体验到、哦、地狱的时间是怎么经历的，是怎么过的、哦、就很难过的啦、所以要实际的说、到底啊、哦、这个我们凡尘一天地狱是多久啊、那个、哦、真的很难用实际啊科学的、那一种、哦、数据来讲，只能够用我们、哦、一般、哦、所阐释的、哦、这样来说而已啦、啊、所以、哦、你要研究到底、啊哦、地狱的、哦、那个时间、哦、我们凡尘一天它到底多久，可以自己体会看看，去看看啦、啊哦、到地狱去看看看看、哦、我来呀，我来一天、哦、啊凡尘是经过多久。好，心理心法这么好，为什么很多人无法深入呢？甚至有疑鬼不相信，我们要如何推广比较好？哦，这个倒是大在问，因为、哦、心理心法很好，那个是想要修、想要脱离苦海的人，他会感受到、哦、这个心理心法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向目标。那假如说对凡尘已经有既得利益了，在凡尘过得很好、哦、已经、哦、都有一些、哦、这个成就、哦、而且也很享受，那你要他放掉、啊哦、他的那一些既得利益、哦、那一些享受，然后来、哦、修呢、哦、我们所说的、哦、这个修道，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一定呢要把我们凡尘的心、啊、能够舍了，我们才能够、哦、真的进入、啊、修道的轨道。假如说我们凡心都还没有办法舍掉、哦、很贪恋凡尘、啊、那想要修成、哦、就很困难。那假如说我们说、啊、凡尘再怎么好、哦、只是短暂的、啊哦、再怎么说都是一下子就过去了，那我们再来、啊哦、不一定会是一样的、哦、这一种生活状态，那越来、哦、会越不理想，那不理想的时候、啊、我们已经、哦、转头换面了，已经也不一样的、哦、那个心、啊、所以、哦、那个整个环境、啊、整个机缘、啊、也都不同，你想要修、哦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哦、已经没有机会了让你真的可以修正、啊、成道成佛、啊、所以在这个、哦、最、这个适合的时候、啊哎、我们真的要有所、哦、这个自己、啊哦、要有智慧来决定，说我到底是要、哦、追求凡尘的快乐，还是要追求成佛的那一种常乐我净，哦、要跟自己呀、啊哦，这个讲清楚。那讲清楚了以后啊，哦、你定方向，方向你定以后啊，朝方向、哦、努力进行。啊，心理心法、哦、各位前贤，无得深刻啦，你愈念吼，伊愈深。啊，你若感觉吼、哦，啊都搞，啊伊都搞啊。哦，所以啊，我们了解，你越追的话吼、哦，它越深。哦啊、我们假如说能够肯真的、哦哎、能够万年都放下、哦、能够把所有凡尘、哦、我们的佛性功能作用、啊、全部都已经、哦、都把它摒除了，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它会呈现，当呈现的时候、啊、你会很笃定的了解说你已经摸到根了、哎啊、你根都已经摸到了哦、成仙做佛啊没有问题，那假如说没有、哦、没有说能够、哦、很真实的、哦、摸到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一定要用心，绝对可以、哦、我们呢、啊、或许都讲只要有空闲的时间、哦、你做万年放下，万年放下我们刚开始做啊，就在生活之中的缘呐、啊，那个大概十缘、哦、不到百缘呐、啊哦，那个放下了，那个能够放下了、哦、就已经成就很大。然后接着、啊哦、到千缘、
然后接着、啊、到万年，那个已经是内心深处了啦，那很深的地方全部都晃了，那一些全部都晃了、哦、你的真啊才真的呈现啊。所以呈现的时候啊，你自己一定很清晰、哦、清晰的知道我已经摸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这个就是成佛、哦、的一个最关键的、哦、这个地方已经、哦、让你摸到啊。所以啊，当你已经摸到了以后、哦、记得把它呢、哦、拉到整个宇宙虚空、哦、做耳根圆通，跟虚空融合。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要请佛性当家就容易了。那我们现在呢都六根呢在当家，那六根当家呢，我们的喜欢讨厌很浓厚，其实啊就很强烈，所以造业就一定了啦。那有造业就一定受苦。那我们、哦、能够摸到佛性本体了、哦、佛性本体自己都已经、啊、很清晰的拥抱了，那你就、哦欸、很笃定我可以成佛，成佛已经有我的份，时间早晚而已，我绝对可以。而且你摸到佛性本体，你来哦，改毛病气脾气，气掉贪嗔痴很容易。那你以现在的、哦、那个心、哦、我们在凡尘生活的、哦、这一种世心、啊、要改毛病气脾气，你改个几十年、哦、大概都不见功效啦。有啦，你改顺有效啦，不过伊会阁倒转来，啊倒转来、哦、比无改阁较厉害。哦、脾气毛病够他大，所以啊要了解你找到本体了，那一些啊本体所没有的你去掉就很容易了、哦、啊你现在用这个啊、哦、我们脾气毛病、哦、发生、哦、积住地啊、哦、都积住在身上，你要来改毛病气脾气很难啊、哦、是有心改，很用力改，改不掉了。可是你发现到你的佛性本体，你要改毛病气脾气呀、啊，不要很长的时间，你会发现没了。你要发脾气发不起来，哦啊，发不起来，怎么还要再改呢？你已经都哦，已经回归到佛性本体了啊，哦，脾气毛病没有，没有，没有情绪啦。所以我们修道、哦、最重要就是要了解到自己的情绪，我们情绪很厉害，我们造业也就是因为情绪造业、哦、没有情绪你一定不会造业啦、哎啊、所以、啊哦、我们就、哦、发现、哦、佛性本体为最重要、哦、只要你有心、啊哎、只要你肯。所以或者都讲、啊、台北的道亲、哦、他听了课以后、啊哦他连着、哦、隔天、哦、整天、哦、都一直、啊、听歌、哦、因为我们一场大概、哦、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啊、然后他连听个五六次哦，安尼规点钟规工安尼，啊规工拢在听哦，啊所以他到后来、哦、就到国外去呀、啊，哦讲课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都是要熏习，熏习久了。本来你认为很困难的，认为说哦很生涩的，哎，它都已经很清晰的呈现，哎，不难的，不困难，都很清晰。啊、所以断哈、哦、在我们自己的心呐、啊，哦，你只要说哦，哎，心理心法哦，所以说要怎么样来推广，自己本身哦，你赶快努力做，哦，努力做。所以啊、哦、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一定呢要努力啦。今天呢，本来呢，那个陈文旭啊，哈、哦，那个陈兄呢，他有约哦要来见后学了，结果他可能又有状况哦，又没来。所以哦，后学呢要跟各位讲，我们修道啊，培养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要相信你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因为陈兄他已经哦遇到
困难呐、啊。他不是进入五度空间嘛？啊，我讲吼、哦，有影吼、哦，哎，以前呢、啊，或许在呢这个天火院呐、啊，老天在跟我讲，你哦能够他心通，你看人家在骂你，你都知道，你看你多烦恼，你不通了吼、哦，你都不知道那多好。结果因为啊、哦、那个陈兄呢就是一直啊、哦、以前后天没有要找他当那个鸡童啊，他就一直、哦、找他麻烦啊，他、哦、呵护很大的那个压力啊，后来、哦、一直啊靠他自己本身的努力、哦、然后啊他、哦啊、我老师也帮他、哦说呢，我把你这一些啊，哦，这个干扰都清除的话，那你就去找那个哦，我们凡尘啊，哎，那个九色财气呀、啊，哦，那我干嘛去做这个事？老师说哦，要你自己克服。那后来他现在哦，已经他已经蛮理想的状态之下，可是哦，或者说我们一定要了解真理，真理才是最哦能够让我们依靠。那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呀、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所以哦，你不要对外在的哈、哦、那个影响你的哈、哦，你太在意，影响你太在意啊。现在他说，整天哦，他说那个同一宫的济公活佛都一直跟我讲话了，啊，讲到我都没办法哈、哦、清净，要怎么办？可以浅一点，要怎么办？所以啊，我要跟他讲，相信你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所有的你在修持的过往，哦，我们不要有贪心的妄想。你看到佛来在引诱你啊，佛来的佛把它斩掉，魔来的魔把它斩掉，你的佛性本体才可以成就了。哦，你不能说哦啊，这里来哦，你都直直听伊，哎呀啦，到今嘛讲赶未走，怎么办？所以哦，我们就是要了解，不要贪心哦，一定得要哦，我们要沉下心来，培养自己呀、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这个啦，这个是真啦，所有的都假啦。哇，剩五分尔咧。请问梁老师，佛性包含三合大地，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珠，与开天辟地，天地之开始是否相同？哦，因为那个我们要了解说，一念无明哦，生三系呀、啊，那个是在整个还没有天地之前的状态，是安尼，咱的原始啦、啊，原始啊，咱的开头。但按那落来翻顶哦，迄、那个开始呀、啊，就是一念无明啦、啊。所以那个哦，跟呢整个我们哦，哦那个缘会的大地形成啊，缘会大地形成，它是一直啊，哦绵延不绝，哦生住一昧，生住一昧，哦是这样的经过。可是我们哦，假如说开头没有一念无明，我们就不会落入凡尘啦。好、哦、啊，也就没有整个哦这个宇宙，没有整个哈 世界众生业果，没有，全部都没有啦。所以佛就说这个都是假的，是我们的妄所造成的啦。啊，以现在的你看哦，我们来讲这个哈、哦，我们能够听得进去，大概也很难呢。哎，或者要安尼，给你看加固哦，加工啊，原来是这样。哦，真理啊，就是不会骗人。哦，真理就是这样经历过。哦，只是说我们一定要很详细的了解，说我们就是因为有念才落入凡尘。那、啊、所以我们现在修道，哎，就是要把自己的念放下，就是不要起心动念的。哦，啊，你不要起心动念，没有念，没有念的时候叫正念。那个念就对了、哦、我们都没有念，没有念的时候、啊、
我们的真心佛性所呈现的就是啊佛知佛见呐、啊，那个就对。哦，啊，我们不要有念，有念的都是妄，哦，都不真呐、啊。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一念无明，哦，生三系呀、啊，比那个开天辟地还要早，早的很多啦。哦，因为那个有一念无明以后，才有开天辟地呀、啊，哦，才会形成我们众生住的这个哦整个世界。好、哦，按世界形成才有众生，有众生呢才有业果，所以这个三个啊都一直绵延不绝啦。哦，世界众生业果，世界众生业果，它、啊、都转无天际呀、啊。啊，所以我们要回去呀、啊，就先把念哦一念无明的一念啊，哎都不要有了，不要起心动念哦，不要起心动念啊，我们才可以回归到我们本来。哦、我们本来的地方啊，啊这个、哦、我们看的、哦、世界这么大这么广泛，那么在、哦、佛来讲，他说世界、啊、它是围城，没有实在的世界、啊、它不实在、哦、它会、哦、整个都不见的、哦、都是假的。那在我们、哦、这个十二万九千六百年来讲、哦、还要经过大概三万年的时间啊，哦、我们的整个人才会灭了、哦啊、天地混沌，然后下一个圆会，这个就不是我们看得到。可是我们可以回归到我们本位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化验来、啊哦、就是又可以到凡尘来、哦、度化众生。或许不是说吗，只要你听或者的课，按照或者讲的去修，没有成的话，或者再来陪你们修，不是有这样讲吗？哎，那个不是讲空话嘞，哎，讲的拢都爱做嘞，哦，所以你若无修，拢害我嘞。还有吗？以前的禅师或某些人，在还没有明心见性，也没有得到之前，为什么可以知道自己离开人世间的时间？这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吗？哦，因为只要说已经到达自己要离开凡尘，都能够自己知道。那个表示、哦、他都心没有外放了，他的整个心、啊哦、都能够回光返照，他能够回光返照、哦、他能够知道自己、啊、大概、哦、在凡尘的时间是、哦、到什么时候可以知道，所以、哦、那个是可能，因为、哦、那个不是说很困难的事、哦、就只要你心不外放，因为我们众生在凡尘啊都被、哦、整个外界、哦、引诱了，心都外化、啊、所以、哦、不知道自己的事情。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呢时时刻刻都回光返照、哦、看到自己的话，那一定会知道自己、啊、在凡尘可以、啊、住多久，可以住多久啦，要让我们住多久、啊、什么时候就要回去报道、哎、那个、哦、是很正常的现象，只要回光返照就可以。还有吗？还有一分钟了。十八层地狱是无明所造出来的，波波它是不是也是自己所呈现出来的？传说有些他的孟婆他为什么还有前世的记忆？比如说刚刚请的五岁神童。哦，对呀、啊，因为、哦、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哦孟婆庄呢，也是我们一般哦凡尘哦认知最哦这个熟悉的啦，那个。五岁能够弹钢琴，那个后学导师有看到、哦、他一个小孩子、啊哦、真的那个、哦、弹那个钢琴、啊、真的不输给大师、哦、就是很会弹，那个呢就是他、哦、不只有一生一世、啊、他已经累生累世、哦、都是、哦、那个练那个钢琴，他已经在他的性分之中、哦、很稳固了，虽然他经过、哦、那个孟婆庄的望坟堂，可是他那个、哦、已经、哦、无意识的动作、哦、他都已经熟悉了，不用经过、哦、他自己的、那个哦、脑海、啊、他就有办法去把他都做出来，那个是很熟悉的状态之下所显出来的一些、哦、他的行为，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那个、哦、十八层地狱啊哎，是我们无明所造成的，是没错啦。可是我们要了解到、哦、我们假如说、哦、不造恶的话，
那个虽然有十八层地狱，没有人可以压你去的。哦，迄是咱家己做唔好才会去呀。啊，你若无唔好，想要家己压，压你嘛袂去。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哦，那个都是我们人。哦，所以要知道啊，虽然哦有一些哦，他有经过啊那个十殿啊那个哦孟婆庄的忘本汤，可是啊我们现在哦人的轮回太久了。哎，解药固吼，哎有迄个亡魂的药效吼，有较提啊，哎啊，所以有的拢会阁知影讲哦，以前世人的代志吼，还有一点吼，很粗浅的印象。可是我们哎，修道不讲那个了。